怎么回事？我这房很大，我这是三张床，但我睡的是这一张床。之前是三个人睡，现在是一个人睡，然后这是衣柜，这是一些报纸，还有帽子什么的，然后鞋子，然后电脑，没了。 这几个都是，然后就什么眼镜了，眼镜帽子包，还没收拾。哎呀，这片没收拾有点乱，但是还好，至少不埋汰。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没想过呀，就想我这么大房间能不能搞一个能。 相对来说休闲一点的区域，玩玩桌游，具体什么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桌游都挺好玩的。回家和我哈尔滨朋友也会去玩桌游，就是我们看几个人去，几个人去了之后，然后去那个店里问老板几个人的适合玩什么。他说你们是要团队的还是要对抗的呀？然后他就给你介绍，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反正都挺好玩的。 房间就很简单，不需要怎么介绍。窗户是因为白天太亮了，所以我把它纸板挡起来遮光的。不然早上8、9点就会很亮。我觉得可以换一个遮光窗帘，就省得我糊纸板上去了。因为我房间它没啥可收拾的，这边是毛哥的东西，就是这个白色的柜子，这个是我买的，这个是他买的。这俩柜子，毛哥装的就他的个人物品的，我装的东西。 第一层是杂物，什么都有，有纸，有垃圾袋，有笔袋，有充电器，有卸妆油，有隐形眼镜，还有咳嗽的药，还有感冒的药，还有他吃的猫条。反正第一层是杂物。第二层是100双一次性袜子，然后第三层是一些科技产品的一些包装。 然后这一层就个人的衣物，然后这一层就是创作要用到的东西，但是已经尘封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这是所有的鸭舌帽，这下面也是鸭舌帽，因为这一层装不下。然后这是厚密的猫窝，这是鞋柜，这个是加菲经典款，这个是 N 仔后来送我的，是生日那天送的。然后。 这一个是迈尔斯的那一款，对，这三个就是这么来的。它就只配在这里面，它出去有点过于放荡不羁，爱自由了，很容易跑不见。就我封起来的，因为这个床这它这可以进去，然后那底下全是灰。它如果跑了下去，把那里面灰全部带出来，它还会往床上跑，就等于我得跟灰睡觉，然后我就把这个封起来了。它本来是不会的。 它现在自己就会爬上来了，就包括现在也是，那个就是我只要走到门口，我准备开门，它就一定会在门口那儿趴着等我。然后我一开，它就会马上冲出去。所以我现在开门的流程都是先开门，右手在这里接着一开门，一把把它抓住，然后再把它放进来再关门，不然它就会跑出去跑不见。它才来那几天晚上挺叫的，后来就不怎么叫了。就是它只要叫我就力度刚刚好，绝对不上脑。 就这样，次数就逐渐的减少了。现在，只要我不醒，它就不会叫。
而且他现在也不怎么叫，他只会在没有人陪他玩的时候他才会叫，只要他知道这屋子里有个人他就还好。因为之前我觉得他叫可能是因为那会儿他还不会爬床，他可能以为我就出去了，所以说他看不见人他就会叫。现在我一般睡觉睡这儿他就睡这儿，他在我枕头的上方躺着，我早上醒来一般就我正常睡嘛，我头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他在这儿趴着，或者说他就在这儿趴着。然后这两个就是我本来想达到意义的猫条，但这两个是一个是张俊豪的，一个是恩仔的，我就找他们借用了一下。就是这个的作用非常关键，如果我把这个拿开，他趴在床上是一定会掉下去的，他掉下去就一定会往床里钻，所以说这两个至关重要。都可以，朱志星和苏星浩都在出门右转的地方。这是我的电脑桌，他的东西，是我的电脑房。对，因为我比较宠儿子。对，因为他当时他没有地方安电脑了，他在到处找地方都找不到，在求我啊，我说 OK， 没事没事。我求你，求我。他说：“哎，我装个电脑啊，没地方了呀。”不，我有这样吗？我没有。我维尼帽子，我的键盘。我的键盘、鼠标、鼠标垫、显示屏、电脑、音响、蛋白粉、强力胶、充电器、眼镜、本子、帽子、洗面奶、咳嗽糖浆、卡皮巴拉、小零食、双节棍啊！啊，用啊用啊，在隔壁啊，在隔壁。我的插房也在隔壁，他因为当时他没有，应该是觉得那边离网比较近，所以他在那个里面。这是张杰的电视机，只有两张床，我睡这张床。没有。打篮球的时候练篮球。没有，这张床不知道干嘛的，多了一张床。明明是你放衣服的。不，本来应该之前是两个人的。不打篮球哦，可以啊，这挂装个篮筐就能打了。这是篮球，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龙，然后这是我的床，然后这有个帽子，这个耳机，我耳机，这有个小耳机，然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了。然后充电的，这有些硕哥的东西，然后这硕哥的鞋，对，就比如像这种贴纸，天哪。我心中。啊，我现在有力量了。进门介绍就是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挂拖鞋的这么一个地方，有我的湿拖鞋还有干拖鞋，洗完洗澡的时候穿这个，然后出来的时候又穿这个，因为天气逐渐变冷了，然后穿凉鞋的话就很冰，因为这里有个网线，就你看这个蓝色的嘛，所以如果就是说因为每天洗澡然后出来之后有那个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垫子让他防水，就不要搞烂。对，是这个玩意。其实这个是我从那个上一个小区搬过来的，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非常的帅气，因为它是这种很复古的这种感觉，那种衣架。然后还有这个行李箱。对，然后下面这个 柜子就是，你可以进来点，这个柜子这个箱子就是我什么洗那个，就是穿比如说穿脏的衣服，然后可能来不及洗，然后就一直堆在这个箱子里面，是我的藏品展示柜。对，我引以为傲的，对，藏品展示柜。然后这边就没有什么了，然后我的包，然后这是可能之前打游戏的一个。这个主机，对，然后是挂耳机的，然后没电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然后充耳机的这个充电就行。然后平时早上我就是在那洗了头，然后洗完头之后擦完之后，然后我一进来我就在那吹头，然后我就这么吹头，吹完之后我就给它搁过去，搁到这儿。然后这个有时候比如说在家刚
钢琴作业、键盘作业没有来得及做，再去这个公司，然后这就是我在家里弹的弹的。那其实还有一个点，这个桌子还可以升来升起来，但是我就不升了。这个显示器和这个电脑就是平时有工作的时候用的，然后这个之外，这个电脑就是拿来就是放松的时候，比如说玩那个霍格沃兹之椅，就是一个 Harry Potter 的一个就是开放式的一个3A 游戏，非常好玩，建议大家去玩。就是这个平时，这个是我当时三年前在重庆的时候，从重庆给它搬到北京来，然后就用了。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也是个那种个人的物品的那种吧，就是眼镜盒，然后就是剃须刀，对，是剃须刀。然后这个哦，对对对对，看到这个是我的贴纸袋，这是我的以前老的那个，你看这个已经快贴完了，所以后来这两天我就进了一个新的贴纸，然后去装饰我各种东西，床啊，然后这种床头柜这种的。这个实物也是我昨天去那个宜家买的，是假的。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真的，买过那种薄荷，然后主要是也没时间去，就是说去精心养它，然后可能养了一两周就蔫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假的，就大概是这么多。然后最舒服的就是我这个凳子，对，正如你所看，这个凳子上也有非常的杰作。其实我现在对我这个房间呢，唯一不满意的点就是这个灯，因为这个灯我平时不怎么开，因为你想现在很有氛围感，但是你把这个灯你把它打开吗？一打开，这个氛围感就破坏了，你知道吧？这氛围感就破坏了，所以一点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这个空调是几十年前的，你可以赶紧看一下，我从来没见过这个空调。我从出生到现在我还没见过这个空调，我这个空调我都不会调。然后你看现在是这个样子吧，然后你一关，哇，这个氛围感就来了，然后一下班就非常的舒服。其实一开始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窗帘，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跟我这个氛围还比较搭，因为你想嘛，你看那边这个有一种那种复古的感觉，有一种那种哈利波特里面的那种，就是那个绿色蛇变，很像斯莱特林，对对对，很像斯莱特里面那个他们那个风格，所以我感觉还是非常的复古。谁？海报，这里，对啊，因为我平时在上面玩，晚上睡觉就过来。衣服，娃哈哈纯净水，然后空气净化器，然后 WiFi， 然后就是夜灯，下面是放东西的，然后上面就是我的玩偶，那边还有两个夜灯，然后那边有个充电的，然后那边下面是那个很薄的被子，还有一个枕头，还有那个薄的那些，差不多这些了。有吧，计划归置我的壁纸，贴这什么海报，改天还放个桌子在这儿吧，把我的电脑桌看能不能搬下来，尝试一下，但是其实搬不搬都可以，感觉其他也没啥了。先好，了解了， easy， 这个房间不简单， easy。快讲解。五个角色，有两个邪恶方，三个正义方。然后呢？正义方有一个叫梅林，有一个叫小偷妹。
对，也叫你们叫什么？梅林。我说你说的那个另一个叫什么？土特梅斯啥？鹦鹉缠肉。哎，就叫梅林。还有一个，还有两个人，有一个叫忠诚。啊，还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知道梅林和莫甘娜。他叫啥名字？他叫那个头平头妹。平头妹是啥？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忘了。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威尔？威尔？派西威尔？派西威尔？叫什么？威尔吗？我也不知道，叫他西。派西威尔，应该叫派西威尔。他就是可以看莫甘娜和梅林，然后还有一个是刺客，讲解完毕。辛苦了，思密达。也很明显呐、啊，辛苦了，思密达。他来了，怎么了呀？耶，你两个在动干？是我，和你，好，看你们杀了给。主要不走，你走。我不走。啊，不开。然后呢，我刚是车长。谁都知道啊！我，你让我再多说点儿。先进车，主要是我一开始选车，我随便选的张吉，我真随便选的。因为刚才动静有点大，所以选。啊，差不多吧。然后呢，我是好人阵营。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六十三六。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七六。一九五六八三四，二四九八七九六，你们后期自己配音是吧？老忠诚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上车了，我已经坐上那个大巴了，所以说，那个车座确实很舒服。对，门都已经关上了，确实，但是没有开。我是好人阵营，因为刚才他们俩上车的时候。然后朱雨欣拉了张吉，因为他知道可能张吉多半就是一张好人，所以他自己说是好人。我是狼。下一个。我不站队啊，但是我觉得朱志新作为车长选张吉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选择，因为剩下四个人有两个好的两个坏的，如果你是好人视角的话，所以你自身是个好人情况下选了一个人做队友，你没有在剩下四个人选两个，其实选择好人的概率比较大，但是我第一轮不敢赌，所以没选择发车，我只是投了一个反对票、这是我刚才投反对票的原因。第二轮三个人选吧。我先发言还是先选？我孙一浩、张德宇。我天，好难啊。我觉得三个人真的也你就开一轮看看呗。我投了。我也投了。开吧。我已经两票了，再来一票。看他们了。开了三票，成功还是失败？就试一试吧，感觉对，没啥。然后因为我当时在第一轮发言里面表明了就是自己的立场，就是好人。然后可能我觉得张吉刚刚做出这个选择，也可能是想就是测试一下吧。因为第一轮毕竟是他和朱日新就是他们俩上的车，然后第二轮张吉想换一个，就是说想测试一下，可能张子宇他没有就是说站边，但是我感觉他这个从他这个。内心的分析里面还是觉得就是说在往好人这方面靠的。我也投那一票的原因就是说我也想就是说大家也一起看一看这个结果吧。我感觉还是得看就是任务成功与否的结果才能判定，因为我感觉反正没得有人出来迷惑一下梅林这个身份，不然不知道后面怎么玩，就是哪怕是有点迷惑性的信息也该来点。看站位来说，张杰和苏信浩都是好人的话，那就看任务 是失败还是成功。如果失败，那就说明他们三个里面张泽宇是坏人的嫌疑就会大一些。我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游戏。刚才谁投了发车的呀？我左航苏信浩。你们三个投了发车的？对。我是觉得这次应该会失败，
因为如果成功的话，相当于是车下两个人都是坏的嘛。我好人是，因为我一看我说的是我好人，然后其实我这边看我好人，我觉得张吉是好人，然后我投这个发车，张吉选的是苏金浩、张吉，然后张泽宇，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肯定会失败的，然后如果失败的话，我觉得反正以我来看，我觉得苏金浩和张泽宇之间肯定有一个，但我也不知道，我看结果。然后左航，我也还不知道，反正现在我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和张吉应该是好的。嗯，这东西很简单，我觉得刺客三选一就是，他一碗试一刀，另外两个他随便投一个，我觉得坏人好人。张泽宇你是美林，他不是美林，左航是美林。我说第一碗试一刀，没事啊。第二碗就是两个随便选一个，如果第一碗没死的话。放哪里？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娱乐下单。怎么在笑啊？我还有两位，现在还不用说，我在。哎呦，我们俩，我两个人的车吗？发一波看看，我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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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发发发发，哦，两个人的车发一波看看，四个都投了，那我投吧，哦，五个人，哇，四个人都投了，我投不投？全票车走起来，我是新库斯米拉呀，你还是新库斯米拉，你这么好吗？你觉得我是什么？只他在那动啊，对啊，很激动，啊不是他这个手，他一直上下。他一直这样，我是坏人，我是刺客，梅林，等着你回答。下班就刀，我告诉你，车一开对，马上开刀，车一开错我也开刀。梅林这把没上车啊，梅林这把不在车上。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是梅林。我觉得成功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毕竟五个人选两个好人的概率，应该五个人比五个人选两个坏人的概率，或者集一个好人的概率要大一点。是梅林拍舞台的，这个一看就是个莫甘娜。假舞台的他是假的。我好人，他好人，我们俩发车。你是我好人就好人。哎呀，莫甘娜原来是你呀、啊！是我，你是兄弟，就来砍我。左航，我上车了，失败了。谁？左航，你们失败了。还有一个谁？张吉，左航，你们失败了。这小车一开，我们俩是坏的。这我们俩已经没话说了。我们俩没话说呀。我不是坏人，我偷了衣服了。我是梅林，梅林塞尔，我就是梅林本人。因为在我的了解之下，这一轮游戏已经结束了。因为。在我的视角下面，没有没吃过午餐的你。张泽宇、朱志鑫是这个。这样说完了吗？关，可以重开了。你看你可以重开了。开错了，接刀吧，接刀吧。小刺客，你还有什么？你要刺我们四个里的谁？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我想问，我是莫甘娜。你是莫甘娜了。稳啦，全都稳了。稳啦。稳啦。选他，选我干嘛呀？走，你选我你不投，我们他不是都 OK 吗？他已经点头了。因为第一天随便玩吧。我现在感觉都是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因为有一个人没投，苏云浩。我不知道孙耀是不是知道点啥，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朱志鑫有没有。看结果吧，看到结果你就会明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一个，我没说完呢，这是加密的，要需要翻译的，徐老师会去翻译一下。好，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三九七八，身份报完了这个。
good people。我是梅林，他们两个是好人，所以我投票发射。我是梅林，是兄弟就来砍我。你是梅林，我吃火锅腿肠。你是梅林，我吃火锅腿肠。你是梅林，那我是刺客吧？我是威尔，我是威尔，我是刺客吧？其实我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坏人，所以说我让他们投了，他们也输了。砍我！砍我呀！砍我赢了。这儿，对的，这儿砍。刺客在我右边呢，他被爆了吗？他脱衣服了。还不砍我吗？我左航，苏醒好。给个面子啊！你验一下呀。我刺客投赢了。对呀、啊，因为我觉得张哲宇包是坏的。你刚刚那个发射不失败，以我的视角来说，说张哲宇嘛，我没点张哲宇，就是因为我在我这边他已经是坏的了，我点了个就是边角开两边，直接盲开验。我都说刺客了，还找我。然后我就点了苏醒浩和左航。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下一个。其实因为我自己内心我知道我的身份，所以呢，我感觉通过刚刚朱志鑫的判断，我现在有点就是说想要暂时站朱志鑫这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刺客，你任务成功，我把电风扇吃了。好，我是张好人牌。刚才没成功，对，朱日新是张坏人牌。然后苏庆浩，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投票，因为朱日新是车长，但是朱日新是车长，他说他站朱日新，但他又没投票。第一波我也不知道苏庆浩为什么没投票，他一直没输。然后他第二波说站朱日新，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对，但是我这里是张好人牌。我看到没有？我说了，你这车开我吃电风扇。我知道了。你敢拉我，你这车就开不了。对着这砍，一刀砍中你大动脉。我朱仙。好，我们的任务三是成功的。那我就选朱航、张子宇、张吉。我朱志鑫、张吉。三个三票过了。我选张吉、苏信浩。投票。投。不是，从苏以后选我发车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没办法呀。你在哪？我知道他是拍西贝尔，他肯定知道两个，因为我俩发车失败，所以他一直说我是刺客。我知道他是拍西贝尔，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仨谁是谁。啊，他选了他们两个，他不可能选两个他知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两个梅林。两个梅林，嗯，就他们两个或者他们两个里面必开一个梅林，但我不知道他把他放井下了，放车下了。然后就堵了个车上的随便一个。运气碰运气，运气三连冠还运气，值得，以后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啊！没事儿，我喜欢玩逆风局。开局即是逆风，开局东非大猎，强者总是孤独的。他真的自己对。那么轻轻松松。对呀、啊，我腿长、脚长、手臂长，这么大一个子在这儿，谁来？他先开始，我们让。我不爱划拳来决定。他先开始。我不爱划拳来决定。他最后，他后开始。你说你想先开始还是后开始？我想划拳。你划拳赢了，你划拳如果赢了，你会选择先开始还是后开始？再想一想。不，你不想先开始，那我们就后开始啊。对，如果你想先开始，那我们就后开始；如果你想后开始，那我们就先开始。如果你不想后开始，那你就先开始摸还是先开始被抓？看你定是什么？我先。你先来抓。干嘛呀？我先被摸。好。摸到了，朱志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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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应该两个在床上，然后左边一个出去左边手，右边一个出去右边手。哎，可以。我们有两个站在床上手，然后左边压出去，右边压出去，他床上也上不来，他就往中间拖，好吧？可以。我们两个在床上守着。行。然后你们两个往右边，你们两个往左右搜 ，OK 吗？我觉得床上留一个够了吧。
他躲好了吗？Hello 大王 ，Hello 大王，收敛，琼斯，我在床上守着。我在这边，就一分钟啊，得收敛了。这是摄像吗？谁有没有？谁？我。谁？我是你。哎，我。他如果去高点，小云他在角落哈，我床边那个桌子底下。还有那个，我床边电脑旁边那个门，你电脑旁边那门？对，你电脑旁边有门？不是，这个门怎么打开了我？他不能进阁楼噻。我电脑旁边有个门，你们看一下。阁楼不能进噻。这看，他进去了吗？没进去吧？我这是在哪？我自己都不知道。不是，找不到啊。耶？在哪儿啊？他就在这里面，没有，我脚在这儿啊。屁！我在这儿啊，我脚在这儿啊。在外面啊。我你两只脚不在里面。我有只脚在这儿啊。一只脚在里面也算在里面吗？对啊。他在最近、啊。他应该要一半在里面的时候。对啊。我脚在里面的啊。我脚在里面的、啊，我脚绝对在里面。这门外面是哪？他这不对劲，他跨不行，不行。没有啊，我没有跨过去啊。他就那个脚尖这样子。对，那我们一会儿，我们四个人在床上藏，就这样藏。不行，坐到床就行了，是吧？对，我们只要碰到床就行了。必不能让他。我看你们怎么玩。这是谁？我张吉。我一直 OK 啊，等一下，等一下，只要接触到床就行吗？他们给我带了十几个，起码，很怕我。不是开始了吗？我就要猜这是谁，对吧？有腹肌，我知道。苏俊浩，我看看，我看看，你扔了表啊？你是不是扔了个东西？我扔了，就是左航或者张泽宇。想一下，左航，确认。张泽宇，好累呀，我脚要抽筋。人呢？这谁？不是，耶？这里绝对有一个，你跑不了啊！你啥子？你那个小左航，左航，确认。哎呀，千算万算，没事，我放只要有一人存活就行。
张吉还有张泽宇，问得很。跟身板不像张吉啊。张吉练的缩骨功，其实张泽宇是不是？确认。你着了噻，张吉。我看啊，确认张吉。啊！张吉已经游龙了，已经张吉游龙了，不是张吉不是，看到没，游龙游龙呀，他一开始在右边有，哎我兄弟没来得及取，就差那么 一秒、啊，苏萧刚刚拿下来，他抓到你的一秒，我看你那个香料感觉不对劲，你没抓到我、啊，一个是这位摄影老师，一个是这位摄影老师，抽到货了。是我呀，出货了吗？那看来是你了。出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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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货了。那个谁想先进来？他，我看他想先进来。快夹一下，快跑，快跑！我们要来了，我们要来了！哎呀，太可惜了！你们两个谁要进来？过来，过来，快点过来！别过来，过来，过来！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呀！别过来，太可惜了！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不是，已经烂了。OK， 第一个床就知道这个床已经要烂了，床已经烂了。不能选我，为什么不能选你？他说是从失败的。抽抽，让他们抽。石头剪刀布。哇！他帮我连过 WiFi， 我很感动。干不过。说话呀 ！Bingo， 过，他给我打帕布，我也不行了。讨厌语速的时候吗？他给我推过车，很感动。过，这个包给我倒过垃圾，我很感动。哇！他给我买过水，我很感动。哦，他帮我拿过纸巾，我很感动。纸巾，好好好，过，过了，太棒了。要扁了呀！还有我吗？为什么要逼？我希望你三连发。我这可能这把逼不可能输，输的话剪刀布，剪刀布。这个德行确实只有他的下面，只有我的下面。这个德行，我撑着你的肚皮。这个德行，这个德行，这个德行。空中来，空中拍，跳起来你就赶紧拍，我跳起来往左边倒，就往前倒。OK， 来，三二一，拍，快点拍，拍到没有？快点，快点拍，你们来，可以，他把脚抬的，三二一，好，来，三二一，动手了，动手了，我也动手了，哎，真不动啊，必须得撑起啊，三。二一，我跳，一放，三二一，走一走，啊！哎呀，这个简单，这个简单，这个简单。哦，这个简单，快上上，快，我要对到一起啊 ！Work。OK 了。哇，做到！拍手吧，给谁做过？你的体型衣服下面得来个，下面得来个抬脚，我们抬高一点。你可以蹲的，然后你让他从下面拍。对，来，这样你这衣服立起来了，衣服立起来了，这样就行了。然后他讲说，对，差不多。目目圆正。哎呦，这个叫 pose，
这个更离谱。不了，不用不用，就这样了，耳朵贴耳朵了。拜拜。